好，谢谢主席。主席先请一下次长。好，次长请。喂，你好，次长好，次长。嘿，平常心讲，今天我们部长不在，是。我想问一下我们经济部，你觉得今天我们要修这个，要来这个草案哦，调整资源条例这个草案，你觉得重不重要？真重要，真重要。来，既然那么重要，我常在讲的一句话，有心最重要了。对对。第一眼界的发展较重要。为什么刚才我们一直滥用讨侃的一个说法？这么重要的一个条例、一个草案，竟然我们发国发会派来人，我不是说你成绩不高，你有心吗？过来，刚才讲的，既然这个是要怎么样，我们是要来帮忙我们的这个受损的产业，还有受损的劳工，来帮他们协助嘛，对不对？那劳动部呢？你们的，我要凭良心讲，你们明知道上个礼拜就已经核定今天的议程，你们真的有做过功课吗？你们跟我讲说你们的心在哪里？不是这个劳动部，还有其他的呢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比较重要吗？这个牵扯到我们的劳工，牵扯到我们的产业。既然现在要来立法这么重要的一个条例草案，真的要立法，我们得顾到我们的劳工，我们得顾到我们的产业。我说对不对？既然这么重要，连一个书面报告都没有。主席召委还跟你们打圆场，说先听你们的口头报告。次长，情何以堪啊？尤其是我看到这个文，我看到您这个啦，关系文书，你觉得你们里面写的好吗？我不知道。首先我要讲的，这份文来得太晚，而且是写的不好。为什么我要讲说来得太晚？市长，不定不定的，你得只有台铁答准啦哈。2009年5月4日，民进党提出了艰困产业及传统产业扶助条例草案，要在3年内设置1000亿。咱拢知影，因为咱的传统产业甲一寡艰困产业，一个因应自由化，这物件可能会受损。是，但是当初我们提出的时候，竟然国民党一概的否决。好，那不打紧哦。来，不打紧的是什么？你们行政院1999年2月22日有核定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调整资源方案，对不对？是是，高长高你提出来。如果这个一个法案这么重要，为什么连续搞近5年啊？5年多少个日子？2000多个日子，您敢来往这在出力？为什么当初如果既然这么重要，5年的时间为什么都不提出来立法？相同的道理，当初民进党提出要来立法，为什么大家又否决？我甲委员报告吼。来，你讲来。阮就是阮啊，到尾啊，这个有这个方案了，到尾啊，阮因为讲。嘛是爱来个法处法处，对啊，所以我讲啊，那之前为什么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反对，国民党就反对呢？那最不打紧的，1999年提出的因应方案，5年的时间，您加进5年啊，届期要结束了，您再来讲哇，这个要把它法制化，市长，5年的时间给我们行政团队，真正你若有把三个坑在心内，真正有把咱的劳工坑在心内，今天会拖了5年才送出来吗？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这个法案来得太晚？来得太晚不打紧，又是写得太差。来，我先讲了。来，第一个，你们说要顾百姓嘛，对不对？嘛要顾产业，你们里面的其中有一条，您来的只提供企业可以做咨询服务，您的草案里面写的。啊，提供只可以提供企业服务啊，被谁面吗？第八条，这个观点来个科鲁嘿，对啊，无啊，你即摆不是干那高企业了吗？啊，这刘刚面吗？为什么不能让百姓来处理？为什么干那小姐呢？只提供应提供企业咨询服务，连最简单的企业跟百姓嘛，这点嘛恁就想无啊？所以讲，恁讲有用心。我们提出修正动议了，既然这么要重要的法案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不是只有来得太晚，而且是写得不好？好，唔是安尼个无打紧来，你们说要过劳工嘛？劳动部上来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因应
贸易自由化以后，劳工会一定会也会受到冲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有没有去看到内容？你们有没有跟经济部反映？你们这个里面拎下来啊，劳动部你们之前有一条，你们写说得有没有发展经济？你们说还第十二条规定的，由劳部得提供适当调整资应措施，为什么不是应？得的现在夸你华裔吗？第十二条我们同意改成应，对吧？所以我讲了呀。这个你们提出来，等下早有一个定论，本来就应该要应，怎么会是得呢？对不对？你的新官老刘干兵炸，等下搞经济单位、搞经济部门讲，对不对？对劳工这么重要，哪是一个得字，应该是一个应字嘛？所以我底下大声干无力，所以我打工话讲，对咱的产业最重要，对咱的劳工最重要，你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。好，来劳动部请回，次长。既然要顾产业，也要顾劳工，是你们的条例设置要点，你们写说因应贸易自由化发展基金，今天不是要发展呢？今天不是要发展呢？今天是我们因应自由化以后，我们怎么样对受损的产业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帮他们支援，来被安怎处理？这我改微观，对不对？过了哈，本来就是讲较宏观用发展的宏观啦，吼啊，你是讲你被宏观去发展哦，市长。我们另外你们怎么设置条例 okay, 我们不反对。今天是因为要因应受损产业，我们应该你觉得不应该要证明吗？应该是要所谓的调整资源基金，就是说因为我产业受伤，我要跟你斗三天，这关系来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，好。啊，你也看，大人讲你嘛好，啊，你规矩我来提就好啊。过来，你们呢？你们说要设置单一窗口，对不对？单一窗口真的很重要。好，你们单一窗口里面。你们设置辅导单一窗口，但是你们办理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旅列的这个六大事项，既然要单一窗口，就单一窗口六大事项。我要问你啦，吼，那其他单位驳回是横向的，我百姓我去找了，找恁的单一窗口，恁来阁跟我讲，啊，恁得去找，比如讲这是找这个农委会，啊，是恁单一窗口得讲，你来我这受理，我一切给恁办到好。是安尼啦，我甲委员报告过，讲有需要时叫来做一落相关部会，大家来瞧瞧，好安尼啦。我甲你讲啦，监护部门最引人诟病的是什么？就是横向的沟通啦、啊，各自为政嘛。所以我为什么谈到讲，这个操盘最重要，对劳工最重要，对产业最重要，建言的阿哥包含着刚才讲的国发会，对不对？今日建言最重要的方案，大家无心嘛。你谈到讲的一行，你讲啊，那有需要，大家叫来讲讲啊，应该怎么？真的是，如果设立单一窗口，来，你来，我再给你修理，我负责替你排解其他的单位嘞。对对对，是安尼嘞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单一窗口受理了，讲啊，我你这爱找啥？比如找农委会啊，你这是安你爱找啥？劳动部啊，安尼变成这个叫做单一窗口吗？所以你们有举了六大项，就是意思讲，你来叫修理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找对，不是安尼啦，是单一窗口目的来讲。你来我这修理，我给你处理较好，安尼唔才对，唔是讲你来这我修理哦，我看看哦，你这农业的，你找农委会，这我甲委员报告啦，会用同理心啦，来看待咱家，注意啊，哦，受害者，同理心我拢知影啦，对，一支嘴咧讲介搞啦，不啦，就是爱安尼，同理心我嘛有同理心，问题就是要做为执行的问题啊，真的同理心那么好做到吗？我讲哪下你就好做到了，你我相信啦。你唔捌做过民意代表啦，阮哋啊每一遍甲中央部会在协调，这个部会来，这个部会来，伊讲委员，这个我们本组法令，要把委员，我们这个本组法令，你咧靠腰两个人本组法令会为违法的代志，无必要恁做嘛，对不？但是怎么样去解决，怎么去想出可以大家可以在法的范围内去找出一个折中点，唔是嘛？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你吹你的曲，我弹我的调，那我敢变谁代志坑你头前？主要要解决问题上吊。啊，问题就别解决啦。过来，我要讲来哦，你们又要设立一个什么产业竞争发展中心，对不对？是。恁有遐侪中心啊，搁加一个产业发展中心要搁做啦。设立刚啊，叫下卡，迄、那个一楼迄、那个门口遐柜台式的柜台式。啊对，啊恁既然得有遮侪迄落啊，都各有部会，为什么还有个产业发展中心呢、啊？你搁设立买家人啊，啊买个一家水电啦、啊。这个是大家期待讲单一窗口啦，嘿，啊，无这以后的服务无。所以啊，好啊，单一窗口我们不是反对呢，但是单一窗口真的叫单一窗口，不是单一窗口料，讲叫人去做啥呢？啊，有迄个功能较好过啦，嘿，这样呢，好，知那我要再问一下啦，你刚才讲到回应那个农委会的问题啦，
好，农委会副主委在了哈，来，市长立刻人，我来听一个系列哈。第一条第二项，农产品或其加工品因进口对国内农业有损害之余，其调整资源措施优先依农业发展第五十二条规定办理。啊，既然得要依五十二条啊，啊，为什么第一个坑底这个草案内底？高原不公吼，咱农化条例是九十几年都有啊嘛吼，都法制化，所以这里写优先就是我们那边有编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，可以优先来做。那边基金如果不够的话，也可以用到这边的钱这样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既然的五十二条得有啊嘛，我若既然受损，我得直接不敢像你讲，我直接跟你申请就好啊。为什么？那安尼是要跟你用五十二条处理？你即马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那个？贸易自由化的资源条例草案哦，我今日那是因为贸易自由化了，我受伤啊！恁第一个转来第五十二条呢？无啦，这就是讲咱家优先啊，这边袂使用啊，因为咱逐年咱在编你。啊，我要找谁？阿神讲嘛，尊神。我啊，就伊就等你窗口嘛吼，啊，农业的我来处理啊。这就是啊，我来告诉讲这个，我来认定讲这个直接可我可不可以找你五十二条？因为你已经有五十二条的啦、啊。可以啊，五十二条是优先嘛。它优先就是不是说并列啊，优先，因为委员知道我们这四年来每年都编了81到今年编了93到10月有编了94亿国库拨款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边有编这个基金，我们就不要把它纳到他那边，等于说这边可以来优先适用，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基金里面像今年就拨国库拨款94亿了。那个，胡主委，哎，我要讲哦，贸易自由化了，第一个冲突的绝对是本土农业最大的伤害啦。好、哦，我们不希望看见我们的农业真的是往下了。好、哦、啊，未来要做的事情很多了。好、哦、啊，像市长你们在这边，所以我刚才一直讲了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法案，这么样的一个条例，今天我觉得我们各部会、其他的相关部会完全都是真的是漠不关心呐、啊，好像是不关我的事啊。所以啊、哦，我提交好，真的要再一次语重心长啊。刚才市长讲的同理心呐、啊，同理心很好讲啊，真的不好做了。哦、如果能看见各部会协调，真的是站在人民之上，真的是开希望，不要当过山腰，不要当过热缸，那怎么会有今天像这种开会的一个情况，连一个书面报告都没有，然后连什么都我们讲了以后，你们才说改、这个可以改，那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很多字，很多需要的，这个就是从你们的条例内容就可以看到同理心存不存在了。好、哦，市长，好、哦，副主委，我是觉得真的要努力，这个。这个对我们产业好，对劳工好。既然要立法，就真正爱讲过三业、过劳工、过百姓，不是现在糊弄，就好像这么完事的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哦，好，谢谢。